在第二关的甄选中，三位参赛者以他们的厨艺和创意为自己争取进入了第三关，也就是最后一关。今天再次碰面，又会是另外一番的龙争虎斗，最后胜出的两位将会成为四位名厨的徒弟，所以今天我们把关的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四位名厨。四位名厨身负传承重任，百忙中抽空传授厨艺，各有一份坚持。没有糟糕的菜，只有糟糕的厨师。做菜的态度不好，做出来的菜一定不好吃。医生要有医德，厨师要有厨德，不能舔自己的手指的厨师就不是好厨师。拿手术刀要求精准，拿菜刀需要创意。工艺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厨师必须理解所有食材的特性，煮起菜来才能得心应手。最后一关的淘汰赛由四位名厨把关，三位晋级者必须在两个小时内利用名厨事先所选定的食材烹调一份料理。这一关除了考三位年轻厨师的创意和临场表现，也同时考验他们对食材的认识和运用。鸡是一个很普通的材料来的，每个人也是会做，可是当你们做的时候，你要想到说，哦，我要把这个菜做的给厨师一个惊喜，没有吃过的，简单又好吃。除了食材受限外，另一项挑战就是只能利用有限的炊具烹调食物。准备好了，竞赛即将展开。三位参赛者，祝你们好运。限时两个小时，现在开始倒数。计时开始，三位年轻厨师抓紧时间处理食材。名厨们更是借此机会观察大家的实力，因为任何一人都有可能在最后成为自己的徒弟。我是以日式鸡扒来做主题，所以我先把辣椒熏着，然后把它加入鸡胸里卷起来，然后拿去油炸。酱汁也是用鸡肉熬出来的。我想象的味道是非常嫩滑的鸡胸，带有一点熏又一点辣的味道。我用鸡胸肉，我腌了香青做成鸡卷，里面放了红萝卜跟西芹，我的酱是灯笼椒还有辣椒番茄做成一个酱，味道有辣有咸有酸有甜。我这道菜也做成一个鸡肉卷了，我那个鸡肉我沾点 breadcrumb 拿一炸，它就会比较香脆。然后鸡腿肉我就拿去腌着比较 Asian 一点的 marination， 然后我就拿去 bake。 这是鸡的什么部位吧？这是鸡的腿，腿部。哦，你把它去骨了，然后你塞东西是吗？对。你在抖啊？一点点啊，抖得很厉害。然后啊，刚才我在看你做那鸡胸的时候，我的心很痛。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你拿那个 Espuma 的那个东西啊，去拍那个鸡胸了。我是要拍给他保。我知道，把那个你这样的打啊，我打到我心很痛，我痛心痛那 equipment 你了。找不到真正的。哎，这个还可以穿。这个也可以。对，这个比较好。好。有没有说成？你可以怎么说成？我拿那个灯笼椒、跟洋葱还有辣椒来去 roast。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做，要不然没有时间。厨师啊，讲话你都说得懂了。是不是压力很大啊？这么多名厨在看你做菜。你放几粒蛋黄的？三粒，因为一粒太少，它打不了是不是？你后面加那个什么？鸡油。鸡油这么烧，你明天全部熟了，完蛋了。我是精力调味的师傅。真的。真的。如果要加鸡油下去，那鸡油应该掺一点那个 room temperature 的油啊，才下去打。对，不应该这样直接下去，那个没有你熟。熟了呗。熟掉了。你现在想要怎样啊？看味道，然后调味。好像有点偏咸了，它的口感虽然是有一点熟了，不过还能再挽救。那你去补救吧。是。整个鸡腿肉全部来熬汤，有一点浪费。现在的人煮东西好像不一样了哈，熬鸡汤可以放这个在里面的，有可能带有它的味道，可是这不是最好的方法。你现在要打什么？现在打没力起来哦，真要打快点啊！他要打啊！你不需要那么粗，你很自然、很温柔的这样打，它就起来了。可是也不要太慢了。到底要怎样，先？现在的速度要慢一点，慢一点。好，要慢一点。
不能太快了。你会乱吗？一边叫讲快，一边讲慢，中间没有讲。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可以。啊，适应的来吗？你应该觉得很幸福呢，因为你做一个没有你这样多大师在教你呢，哦。时间过得很快哦，现在我们的时间是剩下35分钟哦，你们手脚要快一点喽，啊！三人的双手不曾停顿，脑筋同时在思考铺排下一步的工作。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有的作品已经渐渐展现雏形，有的速度则明显的落在人后。剩下17分钟，你还没有砸到东西嘞，等得及吗？把每个人都好了，还有你还没有好，快点快点！很紧张啊，你们可以快点吗？参加烹饪比赛的成败关键之一，取决于工作流程方面的安排和时间掌控上的精准度。俊豪神态自若，家风胸有成竹，但是南红明显的开始方寸大乱，不知所措，来回奔走于料理台之间，却似乎毫无进展，令人不禁为他的表现捏一把冷汗。比赛进行到最后阶段，俊豪已经开始摆盘了，其他两位参赛者又如何呢？现在只剩下少过8分钟哦，所以你们的手脚要快一点，我很担心哦，加油！俊豪从容不迫地在时限内完成作品。你这里的做好了是吗？是的，非常好。好，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4分钟。4分钟啊，剩下4分钟而已哦，你们手脚真的要快一点喽。家风能在最后4分钟完成拼盘的步骤吗？超过2分钟哎，可以吗？快点，快点，快点！应该没问题了，那边糟糕了，那边。南红，你在怎样？超过2分钟。别担心，别担心。不要担心啦，你不担心吗？时间一到，你就要停了哦。担心也没用啊。担心也没用啊，那如果做不完怎么办？因为你的盘子放在那里哈，好像还是空的嘞。可是你的东西还在炉里面。剩下不到2分钟，南红进展缓慢，他能否及时完成作品？现在32秒哦，来，快快快！好，现在是20秒，剩下20秒，10秒，9、8、7、6、5、4、3、2、1，好，请停下你们手上的动作。